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中央分会，上一日宣布可能会伫咧新正的时阵罢工，让旅游业者甲旅客是拢感觉真烦恼。不过昨昏暗时啊，伫咧行政院甲相关部会协调之下，工会宣布甲中央航空达成协议，公司会调整薪水甲津贴等等的项目。也那工会今年新正甲清明的连假是决定白罢工。由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见证，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理事长陈信彦，甲中央航空的副总经理柏惠平代表劳资双方达成几项协议。本来全要伫咧春节罢工的危机，怎么解读？和订票的旅客甲旅游业者心情较放松。劳动部啦，交通部啦，相关单位嘛，然后双方就是就那四项有达成共识的嘛。那现在因为距离春节也快靠近了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接手岗位，恢复正常，尽量能够为这次的春节来提供服务。技术工会发声明，讲双方达成四点协议，公司同意搁再调起飞行员的薪水，正驾驶一个月13500，资深副驾驶一个月10000，副驾驶一个月10000。有关挂站津贴的部分，公司答应的定期检视，并且赶紧伫咧顶半年度进一步调起。另外，公司同意无直接以正技术的身份进入外国级的技术。自协议生效即天开始，到民国115年5月31日为止，工会未搁再就这三项协议的内容发动争议行为。旅游业者希望以后大众交通运输的罢工有告期会当法令化。大众运输相关，包括铁路、航空啊相关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公共运输呢，它的整个的罢工呢需要一个预告期。当然旅行工会的版本希望是一个月，那这个部分来讲把它就是制度化。劳资争议正式结束，也代表中央航空的技师在今年春节甲清明未罢工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呼吁中央航空的高层要长期甲工会对话。中央航空表示，基于守护旅客权益，已经上大可能甲技师工会达成协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